来讲解一些该复习的，哪些该复习的，你最重要吧。啊，好的。你那身上那趴了？哎，那不，没你趴那个嘞。晚上回去消气消气。那个你打开。啊。哪个呀？你今天不能趴那个吧？耶、yeah?。哦，嗨，婆婆来了，早餐呢？啊，那个，打开呢？但是俺来讲，菜米看你吃的。好的。菜米还吃了一个干净。好冷的。